越来越高端。哎，我来看看。我这边怎么开呀？不会开门回去吧？左呢，是不？走，强子。我强哥，集齐五个拆了吧？你这是？这地儿高大上了吧？老板好。来来来，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，咱们今天是正式来了啊。由于咱们这个今天有退役的选手啊，退役的选手呢，咱们就苏打水啊。太奸商吗？这不是，不是，这就是品味。我告诉你们什么叫品味，品味就是一个大盘子这么点菜，这就叫品味。这品味也太大了。这个省着点，省着点，省着点。来来，强哥。哎呦，好远啊！你好远啊！来，强哥，欢迎历史上最大的卡。欢迎欢迎。传说中的人物终于来了。哎，现在可是劲儿叫强哥。哎，人物。所以叫强哥，熟悉熟悉环境去。啊，这都看死了。我这，我这都。欢迎各位来到节目现场。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，在录制过程中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，比如老师、指导、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。如果称呼头衔，即被视为犯规，全场犯规最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觉得他们俩学，因为刚才场下一直在叫强。但是王强是传说中的人物。你可说话可以大点声啊，你别那么点小声。大卡。对啊，不是，你看他干什么呀？我这离着稍微你远点，你大点声。咱俩多久没聊天了？都我们俩以前老聊天。对，老聊球。在哪儿啊？在国青那会儿。聊什么呀？聊什么都聊啊，但主要还是聊球。主要聊球。你别老学我说话。不过那时候我们在梧州冬训那会儿，跟大连队关系挺好。他们那时候叫大连横风嘛，但是一开始他们说话吧听不懂，尤其小强一跟我们聊天就是，就哪队和哪队哈。我说哪队？就哪队和哪队啊？就是大连话的说法，就是可能说熟了吧，就当正常聊天，就是说啊哪队哈，俺们队比赛，对，怎么怎么怎么。你想他那时候说话就快，他现在语速慢，那时候哪队和哪队和哪队，对对对，哪队就是他们队，对，哪队就是我们队，就是那时候老聊天，特别我记得印象最清楚，为什么就特别促进友谊了？那时候我们在梧州打架，跟天津队打架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住几？我啊，天津队下就他们住的四楼也不五楼，下来我们住二楼。我一个队就下来就往我们住那房间冲，当时屋里没几个人。当时一看坏了，这也不让人打了。但是他一看有外边也往里冲，一看大连队下来帮北京队来。天津说王叔在就不敢往上冲了。哎呦我。我跟你说，小强是特别谨慎的，哎，杨浩军特兴奋，没感觉出来？我感觉了，感觉到了。你怎么就感觉了呢？多长时间没见了？从见到就很兴奋。对，一说，其实嘉宾是王强，就是从来之前微信说话的状态就不一样。我们这帮八三的，王强、韩鹏都算关系很好的，而且现在能就是说。为什么就说现在有这种老甲 A 比赛，就是这些老，就是岁数大的都能聚在一起，其实挺开心的，而且脾气性格都挺相符的，感觉亲切。真亲切。见我啊，欣欣也很亲切。我咱俩一样，从上次你跟我讲完球之后，咱俩就再也没见过。上次我为什么跟你讲球？我踢完那场球，我一回去，我一看微博，一顿骂，我叫球迷一顿喷去，完就说你这个球怎么防守了，叫人那么轻松给过了。我当时感觉我能抢啊，那个球啊，但是我一伸脚叫人假动作过，那确实能力太强了，确实假动作过。最出色的天津最出色的球员，马上吃饭，哎呦，
那个景强给我这顿讲啊，那个球不赖我，那球你看我跟你讲，从守门员发门球到怎么出来的，这会儿怎么被人断了，断完之后我怎么过来的，是当时我周围有谁，哎，我当时复盘了一下，因为对方水平太高了，你好好说，当时你是赖人小孩儿，我当时别我过了，我寻思后边小孩你得过来呀，那不能咱俩都没赢后边谁呀、啊、刘洋刘洋啊，刘洋还行啊，我当时就想我过了就过了，你说过一个正常，你两个都过了还得进去，那后来又给刘洋过了是吧，啊，过了咱传了个就相当于传了个空门，总结也要下次我再约架子，我总结出就一个道理，嗯，过去我就给他踢倒，我只能总结出这个道理，抢我都抢不下来，对不对？我发现一事儿，哎，就是土口秀现在已经成惯例了，每期第一必须得夸王欣欣，对，第二是每期来都得聊王强，对得聊我是个小人物。你第一回王永珀来的时候，刚开始那期我们本来要聊伤病，就其实聊伤病聊得也挺好的，就是所有的过去手术什么的，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就开始聊王强，聊着聊着停不下来了，就是本来说啊王强差不多了换过来吧，又聊回去了，他可能觉得我伤病太多了，这我能踢球踢10天能养一个月。他们最后给我总结得了个富贵病。富贵病。对呀，以前在那个金德踢球是吧，老欠钱，老不收，就不收上，就是停，就想好好踢啊，赶紧逃出这个地儿啊。最后去鲁能了，按时发钱了。这一看怎么老受伤了，就是没，还是不让你挣奖金呗，就是就是本分的没，这怎么回事儿，富贵病就富贵病了，不适应了。我先得核实几件事儿，击剑的事儿，2003年应该是，对，2003年的时候，我就那人在一个当时叫一个笛子高舞厅，然后我就坐着，就是我在外围，不是有外面一圈坐吗，我就在坐着外一圈坐，完一会儿我就看出来有个蓝大衣，蓝特别长那种大衣，就运动队那种大衣，穿蓝大衣，完这个拿着塑料袋手里面包着一个烤鸡架，里面吃有一双白色的旅游鞋，特别扎眼，跟前哥前面就走过去，完事那种我这旁边不朋友在一块玩嘛，就说哎，这个人这个这么眼熟，那个高啊，这么眼熟，一看这谁呢，这是，哎，这不王强吗，这不是。干过这事儿吗？我很少去，就迪吧这东边，我很少晚上出去，但我记得好像在沈阳我顶多去过就一次，但是但没带机架，没带机架。我就带机架，我也不可能，我肯定揣兜里呀，我进这个地儿我也不可能把机架弄出来呀，肯定喝多了。那时候肯定还黑，笛子高还黑，对，就是一闪一闪的。对呀，你肯定看错了，一蹦起来再一兴奋，再一蹦，但是那个身影已经牢牢的记在他心里了。对，但我记得那件大衣了，大衣应该差不多。白球鞋呢？差不多，因为我小时候很少有这种便装，到哪我都穿运动服出去，就这机架也出现问题。对，没准他手里拿的不是机架，你可能啃的别的，我可能估计拿个别的吃，拿个煎饼果子之类的。煎饼果子有可能。煎饼果子跟机架有什么太大区别？对，鸡蛋饼。王强刚才的描述基本是这样，就是首先衣服和鞋没问题认，地点也能认，但是鸡架不认，因为觉得实在是太土了，但是鸡蛋饼认。鸡蛋饼我能认一下，因为我有时候晚上好饿。第一次能真是聊聊这个事儿，能把它这么细节化，继续吧，请说第二个事例，拖延时间的事，就是卧槽，传说中的卧槽，卧槽的100种方式，反正只有捞不这种方式，也就90种，你没怎么方式太多了，那大概得多少种？小强一种就够，就一种呗，就躺地上呗。我其实我跟你讲，我这就是我绝对啊，我在这澄清一下，我是属于很。就是有这个体育道德的，我不是属于专门拖延时间，但我们有一年那个我们在金德那年有不请了个教练嘛，那个教练好像就是那个
是马来的塞尔维亚那边，他有时候跟我说，我们他有时候要求的，他说你们要是碰个墙的，你们就是能拖点时间拖，我肯定不想拖，你这太丢人了。他那时候给我们开会告，你们拖啊，每个人万一犯规了，你们每个人躺两分钟。我一想着，那这每个人都躺，怎么踢？再说谁能躺两分钟？我躺一次行，我再躺第二次，那整场就看我躺了，这哪行？那最后躺了两分钟吗？有一次，怎么说？我们的那时候目标是保级，他就结合我们现有的人员实际情况，对制定打法。他每次训练，都提个小包，拿个小杯子，说一下今天训练的内容。他最后到结束了，他还拿小杯子。那最后啊，就我们就可能感觉呀，那个教练可能杯子上啥训练内容都没有，就是天天当着哎。咱背时候谁也看不懂，今天练什么啊？咚咚讲完都一样的放兜里好练。等我们保级之后，教练也不讲了，弄个小板凳直接坐长边上看，也不拿纸了，舒服了，没有压力了。其实这个怎么说，就是拖延时间啊，我认为不大好。就你正常踢还是正常踢，但是你拖延时间，唯一我觉得你要拖延，就可能就用在那种最后的补时，可能这种竞技体育，结果你主动看着结果，你踢得再好，你输三分都没有意义。对，你像叙利亚那场，就是咱自己看那个朋友圈、微博什么的，说如果要有一张奥斌，对，不是咱不是说这个贬义啊，真的，如果当时这种情况很正常，你九十分钟你领先情况。那时候你倒一个人抽筋过去压一下，把这个节奏一慢下来，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，真的是不一样，你最后结果就不一样了，你结果不一样，你带来的很多以后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。咱们那时候那一场比赛，我看80多分钟了还射门，其实你1-0，对，你赢一个球跟赢10个球是一样的。对，就回头看，就可惜，太可惜了。你可能有时候遇到对手强了，你猛攻你的时候，你可能到那个节点上，你需要你控制一下时间。对，因为人猛攻你已经节奏跟不上了，而且你眼看要丢球的，你必须得，而且你还没有主动的能力来打，就是来打人家，那你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，你把这个就是节奏你给放缓一下，放缓一下，可能人家过了这个节点，就是有一段猛攻的这个节点过去了，可能他这个节奏下去了，你就容易了，简单了，气儿就慢慢起来了。对，他这就是经验，比如说经验，他这一个回追，他拿着球以后往后边有人在追的，他一靠，他假如往后一靠，人家往前一顶，啪，倒地了，这节奏就下来了。最后边赢球了，三分到手，高高兴兴，将近一发，揣兜完事儿。说那会儿谁说的打法国的时候？我说的呀，就给亨利着急了嘛。我是那场我真不想拖。我那场是绝对没有拖延时间，我那时候真是属于拉伤了。那是在留尼旺岛，对，是吧？打那场那时候是属于真是属于拉伤了，但是我后边拉伤，我下去之后，我那时候跟高导说换人。方强犯规，你反应好怪，你笑一笑，这也犯规吗？教练也犯规啊！我就跟教练，什么这是这场？对呀，我就跟教练喊那个什么换人嘛，教练已经换完人了，就没人了，对，没有人了，没有办法，是我就上去了。那场他可没少疯，没少赌，就那场真的是，因为那场这么长，你打法国怎么让人摁着踢？让人摁了走，就是让人摁了走。你看，就法国那些球员的能力水平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基本上就我们当时比赛的想法就是少输当赢，就行了。就是他们打欧洲杯之前嘛，那个时候，那是法国还是独开大赢嘛？对，结果后来杜威打，对，杜威踢中卫，全是堵枪眼。咱说不管是用身体用脸，反正就只要是人一射门，就全是他们就飞出去了。所以说后来亨利就他也着急了，着急了以后一看小强躺那儿了，就往外拖小强，你知道吗？你着急有什么办法？我人真傻吗？你着急我真傻。你着急我也不能说我站起来光跑去。但是那时候当对手时候跟小强那么踢，哎呦，就是为什么生气？后来就无奈了，你知道吗？小强一躺地下了以后，
行，别装了，赶紧起来。我真傻，我真傻。我就是在金德那时候傻了，但到后边去鲁能比赛很少去上，因为鲁能不需要了。不是，在鲁能是真伤了，就上不了了。在鲁能比赛，你有时候不是说那个什么，你瞅瞅，这是真伤了，这背有时候真血了呼啦的啊。这鼻子吗？嗯，鼻子就那个打骨折了吗？这是哪场踢？就跟那个傅雷嘛，在鲁能那年跟傅雷踢的。哦，怎么伤的？正头球叫守门员一圈砸鼻子啥的，我一倒地，我就鼻子全是血。这花了多久治好的？这个花了多久？这个是一个多月吧，因为做完手术你得康复呀。嗯。我可能戴了能有一个星期做的手术吧。哎，后来戴面具了？没戴面具，戴面具直接好了就上了。戴面具不行，就是看东西看视角各方面都不得劲。不舒服，判断肯定会出问题，别的慌。对，但是你知道咱以前聊过这个受伤多少会有阴影啊。但是小强这儿就是感觉他真的是好了以后上去就跟人接着卡，就接着跟人干那种。关键是不是你当时可能比完就想下次体术可真得注意点，可不能这么伤了。但是你比赛你知道吗，我是属于对责任心比较强，但是我是有点好强心，就老是想赢，你知道吧？到比赛的时候，你在踢后卫就可能考虑不了那么些。球一起来，你第一个想法肯定是跳起来要争顶啊！你不会前一阵今年有这比赛，就跟那个超越比赛嘛，顶个头球，一脑袋顶超越，就是也是鼻梁这块，一脑袋顶超越那个前锋那个后脑勺了。然后我往回一跑，一个喘气儿，这个脸蛋呱鼓起来。就跟那个青蛙一样，一下鼓一个大帽鼓这么大。那看来你这脸没少动刀啊，有点儿，你那干部这受伤全在脸。后来那次检查结果是什么？检查了，不知道，好像是就是这一块颧骨啊，对，颧骨那一面好，就是脸蛋里面有点可能出血了，渗血了，所以一喘气一下鼓起来。哎，你别说，这王强从小到大踢球，这脸这可真没少受罪。脸这个就是那时候这是什么？眉骨吧？跟石家庄那个比赛嘛，跟那个跟他的那个外援在中场挣个头球，二分之一球。我从正面，他从侧面，俺俩谁动一样，俺俩脑袋撞脑袋上了，完直接我这眉骨这块眉角开了。我开的可够大的。而且当时血大。缝了多少针？缝了好像十二针吧。眉骨开了缝十二针已经算很多了，入开了，这是入开了。我去，我突然发现你这么多年这个就是脸老受伤以后越来越帅，是吗？脸越来越小。嗯，那你要说我没受伤，那不更衰吗？在国庆那会儿，不是我们去比赛去，不是风吹着怎么了？就那个半边脸就那个有点那什么吗？受风了吗？不知道怎么吹的就。一直都那样吗？其实不是吹的，就是你弄的嘛，就是那个那时候可能扁桃体啊老发炎。我们那时候你记不记得杨浩在？不是，没倒霉。哎，我还想怎么说停了。哎，咱们记得，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去韩国之前不得四川，你忘了集训？对。我那时候集训的时候，我就舌头发麻。那时候扁桃体就发炎了啊！然后我当时也没当个字儿，这不去韩国吗？正好咱去韩国比赛了吗？零二年世界杯那个当天晚上去睡了一觉啊。对，第二天起来我跟我俩一个房间睡了一觉，我第二天早上一起来，正好去那个卫生间洗脸刷牙嘛，接水不是漱口吗？我当时正常漱口，咱是不是一喝完在嘴里那些种转上两下？我当时喝完之后一转，怎么水转不动了？哎，水就直接刺了。当时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？我当时可能觉得我可能是，就是可能没睡醒，对，没睡醒，醒早了，然后就正常，起猛了。我当时都没当回事儿。然后我寻思，拿弄完再喝一下，再算一下，再算一下。当时再一算。这个水就含不住了，就往嘴里就含不住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当时就可能就是病毒，那时候可能就已经病毒影响了，嗯，啊，影响到就上到神经了。当时那时候你问杨浩，这么脸就等于就这半边脸就歪了，而且就是你动不了了。
那时候还踢了个比赛嘛，还踢比赛，对，那场他还踢比赛来的，你上天啊，对啊，踢了一场比赛，那时候踢一场比赛太难受，就整场你知道的吗？说不出话来，直出眼泪，对，因为眼合不上，哦，没法眨眼，这眨眼眼不上，而且直出眼泪。那肯定啊，你是他踢了一场，他踢了一场嘛。那时候，当时去的时候好像提前好两三天吧。对。那时候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就是都不大行，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在那一闭眼，就右眼能闭上，就左眼的都闭不上，左眼都闭不上，哎，给我难受回了。那你还能感觉自己这左眼在整着吗？就是你闭不上，就你合不上。就是啊，你如果拿手给它摁上之后呢，你摁不上，你拿手摁上，你一放它自己就停了。后来这个花了多长时间好的？花了挺也得大半年了。大半年差不多。还没全好，因为你全好怎么得，这那个不大全好，因为你上神经了，这个你想恢复到以前呀，不大可能。什么时候能两只眼睛一块闭睡觉呢？就是花了多久？那时候去医院可能大能有一个月，因为我去医院天天扎针灸，就扎针灸，对，就是这半面脸全都针，就扎针灸。对，完后边有我到医院去，我这次可能没见过这个病啊，我到医院去看，这种病太多了，有的那满脑袋都扎针，就跟满脑袋扎那个针，就跟仙人掌似的。我有时候治啊，因为我们治完之后，扎完之后啊，我们拿那个艾灸嘛，就一个大长条那艾灸，去那个艾灸房烤，就带那个针挨个烤。我有时候看他们扎的满脑袋，我自己都想乐。一个扎了一半的，看着一个扎了全部的那个。所以现在有时候我跟你讲，就不管是什么哈，但我有时候感觉现在就睡觉的时候啊，真是不，你尽量少开窗。哎，这不是说这开窗是辽宁那张海丽你知道吗？对，肯定有关系，跟你那一样嘛。张海丽也是，就睡一宿觉就开了个这么点小窗户嘛，就他在窗户口就躺着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这样。就是，但他跟他那有一点区别在哪儿呢？你是闭不上眼睛，他是睁不开眼睛。他就是睡觉时他睁的眼睛，结果真是闭着眼睛，他是睁不开的，这个眼睛是睁不开，这半边脸就歪了。俩人能相互搀扶着走，让他走，一个闭着眼睛，我闭不上，可毁了。我以为这种就是被风吹了之后，就是打两天针就会好了呢，就完全只能上水里生活了，只睁眼睛，睁眼睛睡觉。治的早呢容易好，哎，你早治的好，对吧？早治你说中西，哎呀，听了各位这个病友啊，在了解病情上，他这个心里头觉得踢球确实不容易，尤其今天汪强来了，高级时尚的啊。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太不时尚了，这个王强总出现在关键时刻，虽然身材高大，会做假动作，及时的铲断实在太多，俱乐部都喜欢王强当后卫呀，盯人防守根本不啰嗦，有一个还有一遍的别忙，后卫的传说，一对一谁都别想把我过，他不光能防守还能突破，全队的领袖组织者，为了争头球头破血流啊，躺在地上你对着裁判说，哎嗨嗨嗨嗨嗨嗨，疼的哎嗨嗨嗨哎嗨嗨呀呀呼啊哎呀，快去叫救护车。这节目播完，我基本上肯定没有战术延迟了。裁判都盯我。今天来这个王强来这儿非常高兴，我们还是按照咱们的老规矩，什么老规矩呢？就是
新来的肯定要接受我们的一个问答啊，这个正问反答。比方说问你结婚了吗？你要是没结婚，你就说你结了；你要说结婚了，你如果结婚了，就说你没结。你结婚了吗？没，那就错了。那就错了，那就是结了。对，来来来，好，注意听题。王强第一道题：曾在国家队比赛中成功防守亨利、阿内尔卡等足坛巨星，是不是觉得他们的水平不过如此？是不是觉得他们就那样？是。很多次在场上受了很重的伤，都能很快投入战斗。是不是有什么神秘超能力？有，漂亮。作为金德时期的队友，你觉得自己和张小斌相比，谁的演技更好？他。哦，你我啊，您这俩答案是对不？啊，我那他。我心里是我吧，对，你心里就是要当驴，你演你张斌好呗。我咱们先这么反答答题，对我好，那就是张斌演技好呗，那就是张斌演技好是吧？肯定小屁，然后就说没说过，肯定小屁。这是我有生以来做脱口秀最幽默的一场正问反答。你怎么好啊？那个什么？不能掺我想法，我可能光在那想、啊、我就光想打反、啊、反向，但是我还在想我的想法、我想我的想法在打反向，可能就憋不过来。这个题跟什么相似？就是每次受伤完了之后，下次再不能这么干。对，走你。那咱们接着看惨照吧。我还有好比这个哎，自己看自己惨照有什么感觉？害怕吗？不害怕，没什么感觉，看完就完了，没什么感觉。嗯，这是金德时候，这是，这应该是拖延时间。那是膝盖吗？红的那个？不是，这肯定是拖延时间嘛。哎呀，你要表情，可能上全脸上，膝盖肯定也有啊。这是硬台，就只要脸是干净的，基本就是。不是，肯定腿上也有。我那时候跟大连比赛，那个铲球还滑出跑道了，给那个膝盖，就是这个膝。菠萝盖这皮儿给刮脱了皮儿了。小强是玩命，特别玩命。所以那时候那谁王鹏不是说了吗？对，说现在很难有找着几个，就是说这种踢球这种这么玩命，对，这么玩命。你看拿脸踢人鞋去。这凭一条腿，实在太难判断是谁了。对，那个钉子不要踢到眼睛那儿了，太危险了。什么样的场合下能做出这样的？可能是人家倒钩，你看这应该是人家倒钩，他拿头顶啊，拿脚我韧性没那么好，他可能踢踢不到那么高，踢不到不高，你抬腿拉了下去，富贵病又这么得吗？这是什么？这那个球迷做的那个小漫画吧？这是什么背景啊？这背景好像是。不知道哪些受伤，但肯定没到足拐那个地步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这是那时候脚趾头骨折了。脚趾头骨折了。什么时候？2014年在鲁能的时候。他这种就像那是前两期咱们做，就是说这个王波说这个，这种敬业精神确实，他训练当中也这样。你看他比赛什么样，他训练也这样。对，我训练。跟小强踢球就是训练跟比赛结合的，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大差距。他训练就那样，训练也穿钢钉。那时候都开玩笑说：“小强，你慢点，你干嘛呀？”哎，就嘿一乐。但是他该怎么踢还怎么踢，真的是那样。那时候踢的最狠，那时候噼里啪啦你就听嘛。后来那时候训练都带护腿板，尤其在国家队那会儿都得带护腿板。对，这教练喜欢这样的吗？喜欢啊，就认真。对啊，特别认真。其实对队友也挺好，因为要接近实战，对，接近实战嘛。对，你要不。你跟你乐呵呵的，你到场上人家不跟你乐。球迷应该也喜欢这样的吧？特别拼的，对，特别拼的。但是你觉得别注意动作，就别给人踢上了就行，正常拼抢无所谓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进球吧？应该。就华贵那次失败了吗？华贵失败吗？我本来想滑3米，结果滑了半米。没滑出去，没滑，本来就想半米都没滑出去，来个挺漂亮的，一个滑轨刺出去，这不刚滑出去，
多腻块的，又在待着像滚出去了。所以这郝俊明说就服你，起不来抢。没这过来，赶紧起来！小兄弟，大手了吗？打我一把！打我一把！不觉得尴尬吗？就是挺尴尬。我当时觉得，哎，挺那什么的，挺无奈的。左小虎就那个天涯足球，把我这华贵有时候就放到那什么搞笑集锦，对，搞笑集锦里面的。但照片呢，哈，跟真实人不一样，真实人脸没那么胖呀。你在意的是？我要这全是我。那收上照片很伟大，家里也不能让踢了，踢个球命没了。这哪是老大是不是就因为这？这哪是工作？这是这玩命玩命去了，总得有个在家的。对，所以给老大留家里边了，是吧？你看，比如每回吧，我像伤了之后都是带着血，就是你感觉特惨。你不是韩鹏都是缠起来了？我这怎么惨？憋出血，对呀、啊，就是你伤的都是没法缠的地儿，没得没法缠。汪强主要干的事儿就是那个堵枪眼儿啊，得跟人家杠你那种。堵枪眼儿那没有办法，你后卫。对，那人射门你能躲呀？就能躲。汪总不说嘛，就是说总在最后人一射门的时候出现一人，不管是用脚、用腿还是用身体任何部位，那肯定是小强。但不是所有的后卫都这样啊。当然了，就是他的责任心嘛。比如说，或者有时候给守门员过了，最后人踢空门，你看最后补位的，甭管那球补不出去补不出去，准保是他在最后一下往门里冲。态度，态度就是踢球得有个态度。那你家生活里面是什么？我生活换啥？就我生活杨浩应该啥？就是我他没我其实生活很单调，我单调。杨浩知道我很少出去玩，就是也我也不太爱聚这儿，就是包括有时候休息的时候，队友找我一块出去溜达啥的，我也很少去。对，我就没有事儿，可能自己休息时候自己溜达溜达，对自己到商场看个电影，吃口饭就回去了。自己研究怎么自己看电影，就自己吗？最早那时候小的时候是跟老大是形影不离。真的是形影不离，就是有我们要一块出去啊，比如说那小什么，在国少那会儿、国庆那会儿，就是叫着老大、老二一块出去。但是那会儿小强听老大的，还是就是感觉是弟弟，就是这个兄弟的角色还是挺明显的，对，挺明显的，对对对对，俺俩关系好，我跟俺哥关系好，特别好。那会儿就叫刚强兄弟了，刚强，对对对对，这厦门啊，这时候。就在那哪，在那个庆元，你忘了？哦，那是集训啊。对呀、啊，你要这么看，你能分出哪是老大，哪是老二吗？我觉得应该里边那是小强。你觉得你也分不出来是吧？这是小对，里边这是小强，外边是老大。对对吧？对吧？我怎么觉得外面那个像呢？不是里边那是小强，这边这边这边右边是小强，那边老大。对，那时候多小，还挺小。2001年、2002年那会儿。对，那时候对，十七八那会儿。十七八，十七八。那时候我们可占便宜了，俩人踢。假如小强停赛了，完了呢？那谁老大没停赛，下一场缺中卫，小强接着上，老大左后卫换人，然后老大要停赛了，完后没有左后卫了，老大接着踢，你知道小强不上，真的是这样，分不出来，就俩人一模一样。就是尤其像成这个情况的，在生活上有什么便利吗？你是想帮忙，你想往哪儿引？帮忙喊道什么的？啊、你想哪儿了？你想哪儿了？我说帮忙喊道什么？没上过学，喊什么道？我那时候跟俺哥在一个学校的时候，在高中的时候上学。你是上过？我那时候跟俺哥在高中上学，俺俩那时候还换班上，就是可能上的没有意思。我俺俩就说换了，上没有意思。到你上那边听听，我上那边听听。就到换一个班，然后到别的。班里完待会儿，我主要这边看这边姑娘漂不漂亮，外边你看那边，我说怎么待着没意思，你说都应不出来。是我原来一直以为你俩都踢中卫呢，你不完了，有时候小时候踢中卫，大哥又能踢边后卫，对他多左左脚，是能踢中卫，但又能踢边后卫。我想兄弟俩要都是中卫的话，感觉都过瘾啊。王那假如这。那谁心爬一过人，爬刚一过，一会儿不了解怎么又来一个呀？扫裁判去！我说怎么样？他上两个？怎么这么快？但很少双胞胎能一块上，除了顺吉顺祥能一块上。
是孙祥是孙祥是左边后，孙吉是右边前，右边，反正他得一左脚一右脚嘛。他俩有时候在国奥时候一左一右，但很少很少很少、啊，他俩总是长传转移，中间没有人，教练就说你俩不要老互相传球，太远了，能够得着。哎，后来是怎么到那儿？后边阿哥怎么回事？那时候俺俩不刚上乙队嘛。嗯。我那时候刚从国青回来，但那时候可能状态也不好。嗯、但是我们那时候上乙队的时候，可能上乙队能有七八个年轻球员吧、嗯。其实那时候俱乐部和教练都看好阿哥。嗯。有一次比赛的时候，完他就，正好让他踢首发嘛。嗯。然后教练都考察嘛，就继续考察。但是阿哥踢了，可能能踢了个，半场多吧，完了可能看下半场换人的时候没让你上，对，没让我上。阿哥后边直接就跟那个教练说，就在场上就说，直接就跟教练说，哎，那教练你让阿弟上来踢踢吧，你给我换下去。完后边就完后后边教练就给我换下去了嘛。完换下去之后，后边那个什么，完他们教练可能就说这种可能就觉得，兄弟俩这样样可能。要上只能上一个，而且我跟阿哥那时候关系就太好了，什么都在一块儿、以前那种教练和俱乐部他们可能觉得，你看你们兄弟俩天天你们在一块儿，你们也不跟队友什么对不合群儿，他们可能觉得你们这种一块儿上可能不大好。他们在一考虑阿哥这个事儿，就觉得阿哥你看脾气挺冲的，他有主见呗，就是对，就是你看他自己要求我下了。可能啊，我那时候就感觉可能其实第二个是个机遇，但是他可能把这个机遇给你了，可能他就错过这个机遇了。他错完这个机遇之后，他就得那时候年轻点儿再多上去之后几个后边阿哥他们那些年轻人，阿哥也不愿意再在体力带啊，后边就去什么那时候去可能去那种甘肃天马了，完带那时候提慢慢提就没什么心气儿了，对，就不行了吧，又去香港联赛踢，有时候就是感觉踢球有时候就是个机遇，再就是可能，我就感觉阿哥可能在另一方面给我做的也挺多。你看他们俩其实就是可能差几分钟，但是就感觉就是那时候我们在队里能感觉老大就是那种有主见的，就是什么事都在照顾小强那种，就是真的就他们俩就是那种，就跟反正我没见过就是关系这么好的双胞胎，就能感觉到吧。阿哥那天我那时候不后边就留队了嘛。阿哥正好第二天不就走了嘛，就跟一些就是一些其他不就是队友们没留在一队，一下年轻队员都回二队走了，我就那天还哭回了，就是真哭，就忍不住哭，就难受你知道，因为从来没分开。后来你哥是什么时候退的役？那时候在，那个我估计可能都得五六年前了吧。五六年前就退了。对，退了。你们俩后来会聊起这件事儿？这不大会聊，但是会，肯定心里不说都知道。但是他挣了钱以后，其实跟他哥挣钱是一样的，对，就是他会对他哥也很好。我后边有时候俺俩聊天就说，咱俩幸好还能有一个在踢。我要有一个不踢的，咱俩都不踢的话，俺现在这个社会物价社会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在大连，在大连，你退了也回大连，啊，回大连，接着一块过日子吗？对呀、有肯定过日子啊。感觉真好哎，现在老大还有个烧烤店，是吗？泥炉烤肉吗？开心就好。对啊，开心就对啊，而且这经历挺特殊的，一般人想有没有？其实小强心态是特别好的，这么多年也不与世无争，我就踏实踢我的球。挣我的钱，我也不掺和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我就把比赛踢好了就 OK 了，特别简单。石刚是没准备在双胞胎这话题上留那么久，主要咱都没有兄弟，没有理解不了，理解不了这种感觉，理解不了，确实理解不了。就大部分人也很，就理解不了。就是那个年代，我有基本都独生子女，对，我有什么可以把我现在劈开变成二分之一去跟别人分享？做不到。强哥是我见过这个。就这么多个就是球员里面对这个足球和这个团队，咱说完的，对这个，你等我说完的，对这个足球的理解，包括对团队的认识来讲，都是非常深，你可以非常深刻的。那句话再重复一遍，没听懂。咱俩不经常有时候也是一比赛完之后能碰得见，吃饭的时候老总是聊足球，全是足球的话题。
就是说他对这个事儿的理解是对团队啊，如何自己自处啊，或我在这团队或者能为团队贡献什么，对，就这方面理解是非常深的，就不像一个就是一般的那个球员，他不是说拿潜意识的理解啊，他不是说就拿这个足球当一个什么挣钱的工具，他是真正的是想就是把这个干他自己干的事干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我有时候整个这个团队来说，我有时候就像那时候小胖说，我有时候表现，我就跟他们聊，就聊球，就尤其输的时候聊球。但是咱中国球员很少有愿意聊球的，你明白吧？就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对，或者你怎么回事？但是我感觉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比赛输了，本身就可能就不太开心，比的难受，可能聊球吧，或者找个一块比赛的队友或者一块聊，可能聊完心里能把这个输球的这种就是不开心压抑给发泄出去。再就是你可能聊，你能感觉说你哪块踢的不好，因为我跟阿哥从小在一块，俺俩从小在一块，俺俩比完赛啊，就是训完练，俺俩训完练都在房间，俺俩不住一块嘛，就会就说你今天或者哪块怎么踢的，怎么怎么拿球怎么的。啊，下次就注意。我今儿忘找一照片儿。对，那时候吊笛小强哭的可伤心了。哎，就是那个什么时候金德吊笛。金德吊笛。小强哭的可伤心了。有的人还说小强你哭什么呀？多高兴的事儿啊！咱自由了呀。哎，这怎么说？你这个玩意儿，这虽然说咱不说评论俱乐部的好与坏哈，因为你在我在金德待了能有。也是将近八年了吧，七八年了。从，毕竟你说进德给了你这个平台，就是你从一点一点踢比赛，对，到过你最后踢上金国亚队啥的，你是进德给了你这个平台，对不对？咱不说其他的，但是他给了你这平台，你说白了，你怎么得来说，你得也得感激人，感恩嘛。那你没有这个平台怎么办？但是那会儿能哭得挺惨，说明真是个。用心嘛，对呀。就在进德吊笛那年，我们是那时候到那时候可能几个月工资还有十二场奖金都没发。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是照样训练，照样比赛，每一场都拼。多少钱？多少场？十多场奖金，十二场。赢得了那么多吗？赢得了那么多场？一年八场，一年赢八场吗？不，我们赢一年就是。我们评的也多，我们一年写成评的也多。写的，哎呀，咱们其实说到评啊，咱们你喝多了是吧？咱们可以说一说呀，咱们说一说这个现在，你们知道王强，你知道有个球队叫青岛中能吗？知道。青岛中能打了现在中乙打了十轮，胜酒劲儿挺大呀。进了三个球，丢了两个球，那仨球是三场1-0赢了，拿了9分，丢那两个球呢就输了一场。剩下的全是平局，0-0。这是青岛人，也就喝多了的时候。哎呀，亮一下身份。我今天说一下啊，这个王强来了，我们特别高兴。这个刚才聊了也很多。忆往昔看今朝，想将来啊，这个老友还能聊一聊啊。注意听我这个。只要不答问题，你随便唱。只要不答问题，你随便唱。真晕了，这是。小时候有一个好地方，带着足球去赛场，有好多小小的小朋友，个个都会把歌唱。小时候有一个好梦想，快快快快地成长，长大以后一定要健康，踢球时才不会受伤。我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到，好像就是现在这样。特别有那种回忆的那个，你玩不玩这么直播？你要玩直播，我注册一个，我给你刷点礼物。您好好留那点钱开烧烤店去。咱们这个今天呢，咱们这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惩戒啊，因为咱们其实不用看成绩单了。这个我数着汪强应该是错了最多的，有新玩意儿了。对，当然喽。今天咱们这个又有辣的，又西红柿酱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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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酱油，
还对水，不叫粉啊，不如让汪强一口闷了得了，你有酱油、啊、我觉得这个味儿不错，还嫌少啊，这底料是什么底料底料你都说点什么，满饮慈悲满饮慈悲手指抖怎么样没有点没喝够的意思，咱们这个节目就快要结束了啊，但是在结束之前呢，咱们有一个这个中超脱口秀的一个广告词，你知道杨浩这个进了球或者被进球之后会有一个什么习惯？看看喊加油那个。俺们这一块踢球的时候，我看他经常喊加油，然后但我看他就喊鼓励的时候。对，就是你印象当中他喊加油的时候什么状态？是什么样？就是什么样的姿势？对，能表演表演。表演我表演这么大声，但就有点像，动物园那大猩猩，像菲菲那种。我刚才给你倒少了，我跟你说就是。注意听口令，中超土口秀，加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这期脱口秀就到此结束了啊。这个汪强跟我去结账。这个一共是我看单子，一共是这个200。嗯，好。杨辉让那个你有零钱吗？有啊，好好好。哎呦，非常感谢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回见，回见。